唐朝，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代，茶叶正在由它的发源地中国开始向世界播撒。由东向西，数百年后的英国将16点固定下来作为下午茶时间。越过地中海，非洲热土肯尼亚供应着世界第3的茶产量，而一衣带水的日本茶道闻名遐迩。世界正在将茶变成不可或缺的日常，而远隔千山万水的东方，中国茶人继续着一以贯之的梦想。广西，古百越之地，西南产茶重镇，高低起伏的山丘披挂着浓郁绿影，错落有致的茶树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温文尔雅地生长。南山白毛茶是其中一个特殊的存在。三月，万物复苏。位于广西横县宝华山风景区内的南山白毛茶厂也到了春茶采摘的季节。宝华山地处横县南部，人们又习惯将其称为南山。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给南山带来了适宜的气温和充沛的降雨，这里常年云雾弥漫，花岗岩沙性土壤富含各种微量元素，使这里成为白毛茶繁衍生息的故乡。白毛茶是中国特种名茶之一，因叶背长满白毫而得名，主要生长于福建、广西、广东、海南、台湾一带，其中广西横县南山白毛茶以其独特的荷花香味傲立其中，成为白毛茶中的珍品。一大清早，采茶工们结伴来到茶田，他们要为今年第一批春茶的上市采摘鲜叶。茶树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茶叶内的营养物质得到充分积累，这个时候采摘的鲜叶是制作上等绿茶及红茶的原料。这些采茶工都是附近村庄的村民，每到采茶季，他们都会拿起竹篓，变身为南山白毛茶厂的采茶工。采茶的收入已经成为他们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谢宇是南山白毛茶厂的老板，今天新来了一批采茶工，谢宇决定亲自上山看看。今天摘什么茶？红茶。红茶是吧？摇叶。采茶看似简单，实则大有学问。成品茶制作的优良与否，采茶是第一关。采摘的动作如果不规范，会直接影响成品茶的品质。我们要这个一压二眼呢，用食指托住了所要的茶叶，要拇指压住它，它迅速往上提。但往往好多新来员工不懂的，就掰，用这个指甲，指甲有细菌的。掰完了以后，这个茶梗做茶的时候泛红了，又感染这个茶叶，所以说一定动作也很标准。在茶农们眼里，谢宇是一位朴实的老板，也是一名茶叶专家。关于茶的事情，事无巨细，谢宇都会亲自把关，要求严格是人们对他最深的印象。眼快，手快，所以说摘茶很辛苦。茶山脚下的这片仿古建筑群就是南山白毛茶厂厂部。白墙黑瓦，亭台楼阁与茶山融为一体，像极了一幅墨绿的山水画。
车间内，制茶师傅们正在为第一批春茶的上市忙碌着。不发酵的绿茶以手工炒制为最佳，片片鲜叶在手间飞舞，像一个个轻柔的舞者，在进行着华丽的转身。南山白毛茶是制作绿茶的绝佳原料，粤西植物纪要称其色味胜龙井，这是对绿茶最高的评价。全发酵的红茶有着比绿茶更复杂的制作过程，萎凋、揉捻、解块、发酵、烘干，整个过程中南山白毛茶独有的荷花香气也慢慢被释放出来。早在民国期间，广西政要就为南山白毛茶提匾曰品胜武夷。南山白毛茶以其独特的芬芳征服了最挑剔的味蕾。被称为黑色黄金的六宝茶是一种高级别的黑茶。在六大茶类中，黑茶发酵时间最长。广西茶叶界泰斗杜超年师傅用其独有的四经前冷发酵工艺制作六宝茶，不但极大缩短了发酵时间，而且大大提高了六宝茶的品质。用这种工艺制作出的六宝茶红浓沉醇，是一种品质极高的人间茶品。每天下午忙完一天工作后，谢宇都会泡上一壶茶，在这座古色古香的木楼前安静地坐上一会儿。这是他一天中难得的闲暇时光。在谢宇眼里，南山白毛茶不但是一款高品质的茶，还是一款有故事的茶。谢宇不是土生土长的南山人，20年前正是南山白毛茶身上所蕴含的故事吸引谢宇来到南山，开启了自己的事业。南山白毛茶最初的故事要从一段历史公案说起。公元1399年，明朝建文帝继位，燕王朱棣打出清君侧晋国难的旗号，挥师南下。建文4年，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慌乱之际，建文帝下落不明，史称靖难之役。不久，一位落难的年轻人出现在横县南山，他登高远眺，眼前山耸而起，林而秀，郁葱而伟丽，红青而全烈，自此停下了南去的脚步，在南山应天寺隐居下来。据说这个年轻人就是建文帝朱允炆。在隐居期间，建文帝将随身携带的七株白毛茶树种植于南山应天寺。古刹佛前，梵音阵阵，了却红尘的建文帝终日与茶为伴，将全部情思都寄托在这清茶和佛音之上。后来旅行家徐霞客行经此地，在其游记中这样写道：南石五里约宝华，在城东南隅，宝华山有寿佛寺，乃建文君遁迹之地。其寺西向，寺门颇正，题额曰万山第一。后寻之僧而知，果建文帝首迹也。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历史的真相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正是在600年前，南山白毛茶又被称为圣种白毛茶，
在这云蒸霞蔚的南山之上扎下根来，开启了他的传奇。400年后，清嘉庆15年，公元1810年，南山白毛茶被列为全国24种名茶之一。道光2年，公元1822年，南山白毛茶代表中国参加巴拿马国际农产品展览会，荣获银质奖章，成为最早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的中国名茶。民国4年，公元1915年，还是在巴拿马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南山白毛茶再次捧杯，荣获银奖。2017年，圣种六宝茶又荣获中国、马来西亚国际茶博会金奖。南山白毛茶是不是建文帝所种，我们不得而知，但它曾代表中国2次获得世界奖项，却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沧海沉浮，南山白毛茶在经历数百年的辉煌之后，逐渐沉寂下来。在谢宇刚到南山的时候，白毛茶已经接近失传的状态。当时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才大概是有40多亩地吧。但是已经我们来的时候，那个草比那个树茶树还高，已经几乎荒废了。2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谢宇来到横县，听说了南山白毛茶的故事，不忍这样一款世界级名茶就此消亡，与妻子严志伟商量后，决定放弃都市舒适的生活，一起来到南山，开始了恢复南山白毛茶的事业。做茶是个长期工程，茶树2年育苗，3年成长，一般要到5至6年后才会有回报，期间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成本。谢宇之前做的是外贸生意，隔行如隔山，最终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身边的朋友劝他们放弃，附近的村民也觉得他们待不久。谁都没有想到，谢宇和严志伟夫妇在这片大山里一待就是20年。南山自古偏远落后，地形复杂，与外界通行困难。谢宇刚到南山的时候，这里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间土路与外界相连。当时很奇怪，就是我们去拉材料嘛，建房的拉材料，运费比材料费还高的，所以一车沙子才一个几十块钱，那运费都100多块钱，所以这个地方就道路很艰难。谢宇来到南山后，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决定自掏腰包修路。出钱的同时还出力，谢宇与当地村民一起采石挖土，风餐露宿，很快就打下了5公里长的路基。当地政府得知后，立即给予了相应的财力支持。最终，一条蜿蜒的水泥路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条6米多宽的双车道水泥路，不仅打通了南山与外界的联系，也拉近了谢宇与当地村民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为了扩大茶园的规模，谢宇租下了村民的山地，一次性付给了30年的租金，并接纳村民到茶厂来上班。为了解决用水问题，谢宇再次投钱修了一条4600多米长的管道，将南山山顶的泉水引到茶山，在满足茶园用水的同时，分出一半的水给附近村民使用。村民们看到了谢宇恢复南山白毛茶的诚意，纷纷投身到茶厂的建设中来，
没过两年，茶厂的旧貌就换了新颜。沉寂了几十年的南山白毛茶也开始慢慢在市场上出现，并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认可。但很多专家，非常多专家就觉得南山白毛茶回来了，恢复了。但是第一感觉，为什么老专家们讲恢复了回来了？其实应该在他们的心目中，应该是以前占有一个位置，要不然他们不会了解这个事情。我们第一感觉它是个荣耀，但是也是个很烫的伤药。因为什么？你没做好的事情的话，那你绝对是在那个行业里面啊，是不可能达到你有理想化的东西。南山白毛茶的恢复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正要扩大生产规模的时候，谢宇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2003-04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刚有产品，但是呢量化还是比较低的，一年没有多少产品的。因为你的产跟销跟你这个继续发展还是要有经济实力去做这个事情的。恢复南山白毛茶是个长期的工程，需要付出巨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几年的基础建设，谢宇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茶厂刚刚有些起色的时候，谢宇的资金链却出现了困难。没有后续资金，不但无法扩大生产规模，甚至难以继续维持茶厂的运营。刚刚恢复的南山白毛茶面临着再次消亡的危险。妻子严志伟看在眼里，跟女儿兰兰商量后，忍痛卖掉了广东和香港的房产，将卖房筹来的资金交给谢宇，继续恢复南山白毛茶的事业。我还是非常感谢我太太同意我们把那房子卖了。我们是为了南山白毛茶这个事业来的，当初没有考虑的很成熟，或者是没考虑很多，但是从我们从小打小的性格出来，也是预示了还真要把这事做好，就认为这个是有理的东西，应该是能做下来。调整茶厂组织架构，成立南山白毛茶茶叶有限公司，并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加盟茶厂，在恢复南山白毛茶的同时进行创新与改良。就我们请了很多就是这同行的老师教授还有前辈，不断地摸索这个茶叶到底它的吞吐量还有它的茶样到底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到了2014年，那是真正的是把中国六大类茶叶全做齐了，白茶、黄茶、绿茶、红茶、青茶还有黑茶，其实在中国是非常非常难得。业内专家的加盟使南山白毛茶厂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今天南山白毛茶厂已经有茶田2000多亩，年产成品茶480多吨。未来茶厂还打算将茶园面积扩大到上万亩，成品茶年产量增加到上万吨。南山白毛茶在经过数百年辉煌和几十年沉寂之后，在谢宇等南山茶人的努力下，终于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每当新茶上市，谢宇都会送一部分到离茶厂不远的应天寺。没事儿的时候，谢宇也时常到寺里做义工，与师傅们喝茶聊天。
南山白毛茶与佛家有缘，与帝王有根。在这里，谢宇能找到一种别处没有的静谧。相传600年前，建文帝避难宝华山，将白毛茶树7株种植于应天寺。自此，盛种芳泽，屡记世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南山白毛茶像建文帝一样，经历过举世荣光，也经历过沧海沉浮。世间万物就像一片小小的茶叶，采摘下来由生而死，再经过水与火的历练，以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由死而生。天道有常，无往不复。一碗茶汤蕴含着整个世界的韵味，这是南山白毛茶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